你看麦啊咧，即做嘢做侪艺人啦，食白花白，食母花母啦，崇洋媚外的啦，规工摸人大腿，有钱赚叫人阿爸，对无啊？拢袂记家己囡咧倒位，拢袂记家己啥物人啊？拢袂记当初若无台湾，因是要安怎有法度今仔这片天啊？林董、林瑞阳，哦，啊，他们在大陆啦，中国。啊，即卖很主席讲去用靠啊，97间的房产嘛，房地产的对啊。其实我要讲就是说，大概有在两岸三地有在活动做生意的，应该做些朋友拢知影。哦，咧中国，伊是一个共产，嘛共享的一个国家，共产也要共享。做侪人，大家做侪梦想啊，想要去大陆赚钱啊，要去大陆拼经济啊。但是胜负参半啊，有个人做了足成功，因为因盘烂交际用啊真好，关系拍了真好。有个人是居民赚到钱，居民现住的钱无倒转来，凡事含着人啊，连人啊，凡事爱念的，可能要卡在那边，可能卡到一些是是非非，法律上或是说。好地方的一些因素，其实我要讲就是说，做这些人看到因吼、哦、林董、林瑞阳，包括像马云同款，你看马云敢无强？马云30岁呢，咧杭州啦、驾车啦、买手后壁咧，居民开翻译社呢，生意惨淡，咧卖袜仔呢，补贴家用卫生呢，卖袜子呢，你了解无啊？中国地产大亨王健林先生创业初期被告了200多次呢，一年365天有200几天在开店啊！你敢知影？甲马云先生，你看卖啊，现主席已经嘛富起来啊，将其买嘞，嘛是啊，卸甲还乡，拍灯去欢迎，嘛是后边将其买拢是国家的。所以说，我要讲就是说，很多人要知道说，在台湾是一个很幸福的国家，你只要交税金，大家。哦，国家就是哦，你一个真好的福利，也有健保，也有吼农保，也有劳保，啥物保拢有就对啊。台湾是一个真好的国家，非常好。你了解我意思无？过来一挂艺人啊，做侪艺人就对啊啦。迄间个较早有啊，迄啥物刘乐言有啊，一挂刘乐言呐、啊，黄安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买手个一挂艺人就对啊啦，吼、哦。买手后壁咧，大家拢在爱摸阿强啊，大陆个大腿。你要去迄边赚钱无要紧嘞，对无拢无要紧。大家两岸三地都炎黄子孙，对无啊？大家本来就是拢炎黄子孙，大家唔免计较。像我大陆嘛，做侪朋友，深圳、吼、哦、哈尔滨，包括上海、河北石家庄，包括广东，对无啊？遮侪朋友伫个香港、澳门，大家拢真好，对台湾的印象，对台湾的民众拢非常的和善啊，对无啊？迄拢是一挂人伫遐操作买手，造成两边大家无好，吼、哦、一种现象嘛。你看卖啊咧，即做个做侪艺人啦，食白花白，食母花母啦，崇洋媚外的啦，对无啊？啊买手咧，规工。摸人大腿，有钱赚叫人阿爸，对无啊？拢袂记家己囡在倒位，拢袂记家己啥物人啊？拢袂记当初若无台湾，因是要安怎有法度今仔这片天啊？无台湾，互因这个机会，互因穿起来，互因红，对无啊？因敢有法度？很就是今仔日有这种程度，有这一种明星的现象，没有办法啦，对无啊？忘本呐、啊，哦，过桥拆桥崩。船过水无痕啦，我听你讲的啦，吼、哦，望阮陪伊啦，食白碗白，食母碗母啦，你了解无？三碗饭两碗面，三泡两泡拢这种的啦。所以我要讲就是说，哦，在国外赚钱都是好事，发展的好都是好事，但是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。台湾人就是台湾人，唔免对无啊？哇，去外国赚钱，就你啊讲台湾无好，讲伊是倒一个国家的人，啊无你安尼。对不？你健保拢卖用，吼、哦！你取消台湾国籍，你去看你要倒一个去送拢无要紧啊，对个啦，对不？卖规工疫情到的时阵呐，严重啊！才咪转来台湾，才伫遐讲，吼、哦！点点啊，转来咪喺台湾，对不？因为台湾防疫做了袂歹嘛，买手咪喺台湾买手咧，就咪手啊嘛，
米秋你了解无？甲米秋现主持有要趁钱才为台头去啦。